啥也没拿着。什么变异？没用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女神之泪。巨魔装备差点劲呢，差攻速，要不然狩猎律动吧。四级克呢，那也行吧。能给个攻速不？我看能用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得输一输，不能上卡特，我上卡特赢不行。我要输一输拿攻速。引线在燃烧，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算了，除了极客以外的都不要了，得了。我们现在相当于是零羁绊，你知道吗？没装备，极客相当于没有羁绊。卡特天虎，卡特怎么天虎了呢？这卡特这能合啥呀？这卡特呀？那另外一个魔抗的和啥？别急，我还有这个。平衡终于一切。这轮感觉可以赢。
如果能精致连败的话就更好了。能把这扎克炸死不？攻速巨魔来一个，为啥是变泥巴怪那边啊？哎，让你睡觉，没事来下棋，让你睡觉啊？还睡不睡？不拿攻速，小伙子还想玩永恩？亮出架势都没了，他这是永恩，我把他攻速拿了。他老难受了，让你睡觉还在那睡觉，喜欢睡觉是吧？啊，给我来个巨魔来，喜欢睡觉，上厕所。又输了，没一个赢了的。巨魔还能来了不？啊，上当了。我看东西很清楚。发明家也行啊，正在路上，炼金可以。炸弹人打假赛，炸弹人能双杀？我不信。哎，漂亮！这手连败败的，我操了！这手连败败的，我五连败剩76滴血，见过吗？牛啊！别上机器人，能打过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还他妈打不过，不玩了。哎，你给我这么多魔抗的干啥呀？我打个野，给我仨魔抗。那老些装备能给就给魔抗，就别的就不给。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我很喜欢魔抗吗？确实很喜欢，我们确实魔抗很有用啊。我们要个拳套加大剑，巨魔神装了。我需要递出来一个巨魔，算了，我升级吧，我不着急递呀，不着急。
路上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可以用了。又是挑战者，其实我觉得我强度已经挺高的，但是还是他妈赢不了啊。嗯，EJ 是发明家啊 ，EJ 是发明家，少了一个那啥哈。我不可能玩发明家呀，我这都极客了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就这样吧。能拆开，拆不开咋拆呀？你们说巨魔的水银比较重要，还是银血剑比较重要？我这把巨魔要太少的话，不行，升级走金克斯吧。水银嘛，那大剑也拿不着，算了。正好水银，巨魔也太少了。哎呦我操！我建议滑着走。巨魔来俩不行吗，大哥？老给这些烂马七糟的玩意儿干什么呢？双飓风水银巨魔生成了，兄弟们！炼金大头换艾克不换，我现在就要巨魔，我别的我都不要，我就要巨魔，有没有巨魔？今晚我觉得很想二星巨魔就够用。算了，我也不急，我也不自断双臂。
我也不急，我最后第一下，我操！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再第一。哎呀，这些乱马七糟的玩了呢，就是一顿来呀，就是没有巨魔呀。那艾克都快删了，我他妈六人口，六个艾克干嘛呢？六人口六艾克我都没见过，艾克一个装备没有。给个巨魔，我切！看见我沙包大的拳头没有？不给巨魔就是这个下场，快点的！大金，嫖一张。嫖一张巨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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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嫖一张！操！时机到了。哎！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就快受伤喽！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太理解。怎么这是快删了吗？这是。巨魔一个没有，艾克快删了。又是他妈挑战者，啊！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巨魔给一个行不？能给一个不？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。不是这玩意儿二星有这么费劲吗？我不想要三星，我就要二的，都不行吗？给上。有人在卡你，我就要个二星的二费卡，他卡不卡的？我拱死他！我一个二星二费卡，他卡不卡？他还能卡到我哪去呀？我操了！你他妈给我出！你给我出！你没有，今天我就一直地啊！你他妈，你知道这一个二星巨魔花了我多少钱？你们知道不？花了我23块钱，一个二星的巨魔花了我23块钱，我都没见过。我不知道是什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不明白。这应该撇了，一个人。
机器人一会儿可以换，机器人装备可以换给金克斯，然后正好我们留个二星的，把这一星撇了，巨魔不升了，升不上去。行，没事，删就删了，三星可以用。扎克撇了吧，那我升级上啥呀？我升级就只能上扎克了。我升上去，上执法官，上这个呀，火速出击，有点太弱了。我的文章之书我还真就没啥好用的，那文章之书还真就没啥能用的，我们直接格斗家得了，圣盾也没用，就直接格斗家吧。别格斗，为啥呀？我就直接格斗家得了呗，那我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那我没东西选呢，我圣盾又没人给，我又破机器人儿，艾克格斗家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但是无所谓了，这么地儿吧，这么地儿。这波我的问题，啊，当然你们也有问题，你们没说，没早说，你们说慢了，啊，你们还是说慢了，说的太晚了。巨像壁炉，护甲镀层，牛啊！护甲镀层，机器人卖了，机器人差一个三星，完事我把它卖了。卖吗？卖吗？别卖了，我差一个了，你让他升得了，又给我个艾克，艾克是真爱我，艾克，我留你一个，我留你升四星，啊，我给你留着。你千万别走啊！火速出击！我给你留着。分女儿，分女儿，换啥呀？我可以分大半人啊！是身上的死亡气息。粉女换大那人可以，可以换。这盾还是不够厚啊，这装备还是少了吗？
想吃东西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呢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强度肯定不够。这个执法官呢肯定也没卵用，我拿他也没有用，这个位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升级。我这个机器人我先给他升三星，然后呢也可以不升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小黄毛的装备分给那个金克斯，你知道吧，我是这么想，我们可以把小黄毛装备分给金克斯，完事我升级正好上一个那个上个杰西，有执法官啊，这么个事儿。我这么久，我忍痛割爱把他给卖了。最后一件装备金克斯可以再来一件。都没多少血了。有金克斯呢，不知道拿什么，我不知道拿什么，我很迷茫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科技枪能不能给点意见，兄弟们，科技枪能不能给，别给，行，那不给，卡了我1块钱，刚才差个杰西。这是可以的，这是我们走拉酒，我够用了，我感觉我够用了，我可以拉酒。金克斯飞的也太慢了，拉不了你。电刀。下波可能打他。杰西放后排，啊，
我没明白这杰西是什么意思啊。哦，放前排锤形态，放后排炮形态，啊，这么个意思啊。我先递啊，兄弟们，先递，先递。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其实塔姆可以上一下。这应该够了吧？这回应该够了吧？强度要再不够的话，这有点过分了。这回感觉这强度是够了啊。有些兄弟让我把巨魔的装备换给杰西，应该打这件挑战了。艾克在这儿，一二，一二。不能换，巨魔还是挺有用的。匹配了，杀吧！差一个杰西，刚才巨魔应该拿一下，巨魔有可能能上山。这他们这两家都有执法官呢，那我这艾克放前面得了，他也不跳。粑粑人儿。漏了好几只了啊！漏了好几只了都。杀吧！这小子连打我两只，死！上一个八条。拿一只，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，杰西。说一首，哎，哎呀，感觉好像游戏结束了呀！啊，感觉好像游戏结束了，感觉好像他根本不可能赢。这家永恩连冲，毒瘤啊！哎呀，这都能说，我操他妈！他永恩连个那永恩上来被执法官连个冲哥都没有，都能赢啊？连春哥都没有，他都能赢。卡莎一星，小猫一星，杰西一星，春哥都没有，都能赢。
我操了！差了20来点，正好上钻石。这都没赢，哎，这怎么可能没赢呢？我不能理解呀，我不能理解，谁能告告我这是怎么赢的呢？这是怎么赢的呢？这好奇怪呀，这怎么赢的呢？